이제 암이 시작된 분에서부터 몇 년에 걸쳐서 정말 의사 선생님 말씀을 하나님 말씀처럼 순종하면서 그 길을 걸어오셨던 그 많은 분들을 뵀어요. 근데 참 단계 단계마다 정말 제 가슴을 아프게 했습니다. 그래서 그렇게 하면서 제가 정말 그 항암 치료가 뭔지를 너무 잘 알게 됐어요. 그래서 방사선 후유증으로 이렇게 다른 장기를 이렇게 녹여버려가지고 영원히 그냥 정말 불구자가 돼서 정말 참담한 그런 모습으로 사시는 제가 그래서 그때 참 많이 울었었어요. 혼자 화장실 들어가서 울고 그때는 제가 암인지 아직 모를 때였는데요. 그리고 이제 저도 이제 거기서 고참 환자가 돼서 40일을 있으면서 결국은 거기서 굉장히 높은 별을 단 사람이 돼서 很多情形都见过那么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以后呢就被判为没有希望的不接受化疗的话可能 医生说不接受化疗可能马上就会死去。所以我呢，不顾医生的反对，我没有听医生的话，停止了化疗。然后转院转到了癌症中心。在这个一个月的期间呢。 那个时候还正要治疗，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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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化疗。그렇다고제가항암치료받지않고但是不接受化疗的话，꼭엄마가살아줄거야이렇게말해줄수도없는但是我对孩子们说，我一定为你们要活下去，我又没有信心这样讲，因为我们的孩子呢，因为母亲的病啊极其痛苦，所以呢我就不顾一切的去接受化疗。经过六个月的治疗期间呢，在我接受两个月的时候，我认识了新起点生活中心。当时的我的状态呢，和你们和你们现在在座的最艰难的人的状态还要不好，因为我从房间走到讲课堂都很艰难，走路都走不动，甚至到这种程度，连水都喝不下去，因为我们的食道黏膜五官的黏膜呢都被破坏了，那么口腔黏膜肿的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水也喝不下，所以整个脏器脸色呢发黑，肠黏膜、胃黏膜，所有的黏膜都遭到了破坏，都溃疡的不得了，所以连水都咽不下。在这种状态下，我来到了新起点生活中心。那么有一种症状就是总是想呕吐，那么浑身上下不抚摸不按摩的话就是疼痛难忍那种难受，因为血液 流通不畅，所以呢很难受，那种滋味比死都难。经过抗癌治疗两个月以后呢，我的状态就遭到这种地步了，所以我来到这里。我在医院治疗四十天的过程当中呢，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是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那么在我生病期间呢，我所信奉的佛主呢就
상관이없었어요就消失不见了和我的生命毫无关系제가그래도어떻게살아보려고의지했었든那么그유일한그귀의처가사라졌고我所依靠的精神支柱呢突然的消失了날살려달라고매달릴수있는那么我的生命呢没有一处牵挂그리고이제그전에는제가可以信靠的地方在我生病以前呢참정말끔찍할정도의그런공허한사람이었어요아我是一个内心感到十分空虚的人啊觉得那觉得人生十分空虚那么我相信我听说在诸位当中有和我的情形很相近的人所以我跟他讲是因为每一瞬间我也没有感受到我幸福每天每天的生活呢都 感觉不到幸福内雪山的美景呢也 打动不了我、看到这些枫叶满山的红叶我反倒感到忧伤啊，在人生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呢那么这种心情呢导致我、把我推到了死亡的门槛就在我贫死的时候呢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的两个孩子唯一的生的欲望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要为这两个孩子为了这两个孩子要生存下的这是我生存的唯一的是怎样才能在孩子身边能够停留更长时间这就是我唯一的念想但是我的健康状态呢是每况愈下那么我在 听讲课的过程当中我那个时候才切实地感受到我的生命我的存在真是微乎其微的存在即便成为一个残疾人四肢不全的人我也希望能够在孩子身边 多停留一天只要能为他们烧饭做菜我就想为了孩子我也要活下去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不起这些孩子对孩子们的内疚感呢真是比死还难受如果我这样走的话我真的对不起孩子所以我就千方百计的想活下去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在孩子面前呢想让孩子们看到我走路的样子所以呢 我独自一个人就练走路的练习摔倒了再起来摔倒了再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念头呢有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闪现就是我就是一个生命这就是无数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肯定有一个生命的根源是吗有个主宰我生命的力量这个想法呢像闪电一般在我脑海里闪现我们人生怎么能像一堆废纸一样毫无意义呢所以我就想寻找我生命的意义这种真是这种念头神奇般的在我脑子里闪现跟这个生命的根源跟它连接在一块儿的话我的生命就能重新获得生机可以复燃所以我觉得死是反而是陌生的所以我突然内心豁然开朗我就开始寻找这生命的根源我寻找生命的根源的祷告如果我也能呼叫上帝为父的话该多好尽管我不是基督徒那么但是我内心里极其的盼望这个生命的创造主生命的根源为父所以我的存在呢就是不时的在祷告祷告向这个生命的根源祷告祈求这个生命的根源让我能在孩子身边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么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上帝的圣灵在感动我才让我有这样的念头当时
在此之前我非常讨厌那些信基督的人，但是圣灵却感动我，让我能够领悟生命的根源，并且让我去寻找他。尽管我不配，但是这份爱呢却源源不断地配降在我的心里，并且领我到李湘九博士的来到这个李湘九博士的新起点生活中心。这些爱其实对我是都过分的，是吧？但是这份爱呢深深打动我，所以我要为这份爱做报答，所以我来到李湘九博士的健康讲座。那么我在听课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感动不已，因为我在家我已经领悟了这个生命的根源，已经体会到了有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存在并主宰着我。那么凭着这份念想来到，那么 即便我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上帝还不断地用他的生命的气息眷顾着我，爱着我。这份 我带着这份确信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几乎是被抬起来的，所以有这种确信以后呢，那种可怕的眩晕症消失了。我第二天开始我可以步行走起来，第三天我可以跟其他的患者们一块散步，是吧？和每天的这个听课的日程也能消化下来所有的程序呢都能跟下来。李博士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呢我一字不落的这样听下来那么李博士的每一句话好像已经洞察了我的心怀意念，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的情况而讲的，所以每听一句话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这条道路选对了。那么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在某一瞬间呢，在某一瞬间对某一句话这回有一种确信说我这回真的找到了一条生路。那么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瞬间在李博士给我们看的那个母鼹鼠的照片的时候我受了一份极大的感动我真想欢呼雀跃，因为那个母鼹鼠就是我我被癌症这条毒蛇深深地咬了一口，但是我是母亲，我要两个孩子，我有母爱，那么我相信我会复苏。一看到那个母鼹鼠那么我的内心还怦然一动那母鼹鼠那个炯炯有神的眼光还镌刻在我的心里，还有那幅海龟的图给我看海龟的照片的时候，又受了一份极大的感动。我知道生命是这样的伟大，活着的一切都是生活在上帝的法则里，在上帝里我们是离不开道的，道是虚守不可离的，我们在道里，道在我们里面。我的心里一片坦然，一片明镜道不远人，人自远之，原来道就在我里边，生命的道就在我里边，而我却远离了它那么生命的气息赋予我，我要重新成为像小海龟一样走顺从他的道的道路。只要我顺从，那么一切会恢复自然。这两个照片呢就打消了我的一切的疑虑。那么在听课的整个过程当中，具体的吃什么呀，几点睡呀，那么抗癌治疗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呀，为什么得癌呀，怎么样生活才能从癌症当中恢复健康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癌细胞在体内完全被消灭呢，所有的具体的细节的东西呢听了李博士给我们讲解以后呢
그리고아주전체적이고아是整整体的还有我们内心的状态그런영적인것充满了灵性以后呢너무너무잘가르쳐주셨고아因为李博士讲的十分透彻深入浅出정말뭐더바랄것이없었어요아就没有就再没有什么启发了真是朝闻道夕死如矣这句话的确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深深有体会所以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啊进来的时候是濒死的人回家的时候就成了一个 活生生的活泼的人那么孩子们再也不让我接受、癌症治疗化疗那么孩子们讲孩子们认为说啊化疗副作用太大了啊我就想啊上帝 也眷顾了我的孩子们的心啊打那时起그했던그대로我就按照我就按照李博士给我们讲的内容呢一丝不苟的去生活每天早中晚吃饭的时间啊也是定时的定时定量食谱变得很简单以素食为中心生活越是简单那么我的心态就越是明朗吃一些蔬菜水果还有吃糙米那么我在讲座里听到的一切内容我在生活中一丝不苟的去实践并对创造主为了 更加深了解对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认识呢我开始进行圣经学习 研究圣经当时因特网还不是很十分发达、用磁带呢听磁带、听李博士的讲课然后看书、通过看圣经、去领悟真理圣经公布了长老님通过一位长老呢、然后上帝为我安排了一切开始学习、通过这位长老呢学习圣经每周两次上圣经课当时我度过了非常幸福愉快的时光每当领悟真理的时候在上帝的怀抱里、每一天每一天生活十分的愉快当时我的体力正在恢复的阶段所以呢、还是很虚弱的但是每次去散步的时候走十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住在义山的一个、湖水边每走十分钟呢、就坐在长椅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十分钟我就一边唱站起来走这首歌一边哼唱这个歌曲一边走大声的唱然后大踏步的走我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这样一边大放声歌唱一边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歌词中所唱的一样就是生命的创造主在我的背后他在扶持着我在推着我让我向前迈步他会在每一个步履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深深地感受了这个力量那个你歌词当中的那个你就是我我感到十分的亲切十分的亲切就觉得这位创造主与我形影不离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任何人也没有那样亲近过他就是像亲近的人在我的一呼一吸之间与我同在帮助我提携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就想一步一步的走我和大家一样处境没有比大家好多少那么一时的空虚可能和我的意志毫无关系的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念想有一种念想很直接的提醒我你会死的这种死亡的念头就要占据我那么一旦有了这种念想我就站起来唱星期天歌看圣经祷告听李湘九博士的磁带我们能做的我们战胜死亡的念头的办法很多只要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一个求生的欲望那么我们就不会匮乏每瞬间每一天每一瞬间
都是一场较量，殊胜的较量。你们不要输给那失，不要输给那失望的念头。那么我对一个朋友打电话，我问他你在听吗？啊，你们不要脑子空空的，哪怕是一瞬间。제가정직하게말해야되니까또한번생각해봤는데역시그게거짓말이아니어서또그말을여러번해줬는데所以我每次都提醒他，你们要提防，不要让自己脑子一片空白。저는정말不要把精神放松。每一瞬间都要提醒自己，要和生命的气息相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软弱的存在。啊，当我脑子发空的时候，死亡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我内心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的阴影，因为战胜死亡的阴影的力量不在我里面。所以暂时的放松，在打电话、洗碗、刷碗、做家务的时候呢，每瞬间都很充满了恩典。坐在沙发上，绝对不让自己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打开圣经读圣经，唱赞美诗，打开英特网听广播，听那个讲座，这是采取一种非常措施，不是强迫你们自己，而是出于喜悦，出于一种幸福感，自发的去做这些。那么我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的呆呆的坐在那里，因为他带来的是不幸，是吧？总是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活得太累啊？但是呢，那么有的时候人也可以发发呆，是吧？是不是一种强迫观念呢？不是的，是一种喜悦，按耐不住的喜悦驱使着你去追求美的事物。还有一个呢，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啊，再没有时间可以虚度，呆呆的去虚度，是吧？所以每一瞬间我都要和真理相接触，通过圣经，所以时间对我来说十分宝贵。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在我稍稍松劲的一瞬间，死亡的阴影会钻进空来，然后来笼罩着我。那么给孩子们做饭，那么我用幸福的心情去做，那么看着孩子们吃饭，那么我就感到幸福。但是死亡的念头呢，突然袭击我们，那么我会撇下他，我会死掉。这样的念头真的由不得我们，是非常可怕的。但是的确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这个念头不要让它在你脑子里筑巢，一定要在这个瞬间战胜它，立刻战胜它，用赞美，用祷告，用圣经的话语去战胜它，这是十分重要的。不要放纵你的思想，被死亡的阴影、死亡的念头牵着走，绝对不要呆呆的束手就擒。我们要不断的警醒，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不断的去选择新起点生命道路，选择是赋予我们新生命的那生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别的。剩下的生命的创造主都会为我们去做，但是选择必须得我们要做。吃白米饭呢，今天睡晚一点，或者今天松懈一点，这种念想是很致命的。所以呢，在不得已的时候呢，无法进行新起点生活的时候呢，大家要心里有一份余地，是吧？要随遇而安。那不得已吃白米饭的时候，那上帝你帮助我，是吧？要有自信心，不要害怕，不要有精神压力，被精神包袱。精神压力、精神包袱反而不好。所以你们即便再努力，那么生来意志薄弱，那么会中途放弃。所以我做的最多的祷告就是，就是让我能够时刻感受到上帝，时刻感受到，让我能够时刻感受到上帝，因为
막 울부짖으면서 기도한 적도 많고요. 고래고래 소리 지르면서 一边呼嚎一边流泪祷告的情形很多都是上帝啊 你如果同在，你向我彰显，你不向我彰显的话，我就认不到你。 所以我相信大家当中呢，没有被痛苦煎熬的人，你们要很坦诚的向上帝祷告啊！求你眷顾没有信心的我。每当我进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上帝都垂听了我的祷告啊，即刻的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大家，여러분들도 认识一下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啊！不要腼腆，那些抹不开的我，那些充满罪恶，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나로부터도망치고싶은그런나를아这样的我呢？가지고그런나를데리고하나님께 나가시면 좋겠습니다。把这样的我。 아주 솔직하게 坦诚的交到上帝的手中求他医治把那些束缚我的生命的一切都交给上帝的手里求他帮助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领悟这一点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会发生是吧也许会有复发的症状 있으실거예요那这种复发的，我也有这种复发的症状。啊，脖子上会起一些疙瘩。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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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上会起一些疙
드리고아那么恐惧的话你就向上帝讲我害怕두렵지求你帮助我让我扫清扫光这个心中的恐惧그리고然后呢하나님또해주실거지요然后你会帮助我就像过去你帮助过一样因为你爱我또해주실거지요我相信你会帮助我없애주실거지요求你让我重新恢复健康그냥열심히똑같이이렇게살았습니다아继续저는이제过心之点的生活我靠着上帝的恩典呢，那么每期都在这里做志愿服务人员，一直到今天，从2002年初一直到现在，每期都来。그때도그런상태에서도그냥在这种状态下，봉사자로왔었습니다。啊，即便我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也做志愿服务工作。因为内心有一种喜悦，只要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无论时候都自己的在讲啊，上帝你会帮助我，因为时不时死亡的恐惧啊，情不自禁的会产生，但是我绝不允许让这个死亡的念头占据我，不让它在我内心筑巢。所以我就坦诚地向上帝讲，把死亡的恐惧呢交到上帝的手里啊，不是我来。与死亡的恐惧做斗争，而是把它原封不动的交给上帝，让他替我解决。在这种过程当中，六个月半年以后呢，大概这个时候，有一天呢，洗脸的看镜子的时候呢，这个凸起的疙瘩就没有了，自然的消解了。정말로이렇게真的같이없어졌습니다真的像做梦一般所以我们身上呢这种复发的症状저는그렇게생각합니다처음에종양이생긴거나开始起肿瘤好了以后再生肿瘤같은이치인데보통재발이라그러면我们一说复发큰일났구나然后我们就认为그렇게생각하셔서그것때문에많이들那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绝望근데똑같은이치니까因为头一次生病和第二次复发原因是一致的因为在我们身体肯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那么能够医治我第一次的上帝就会医治我第二次有这种信心走他指引了生命的道路把我的一切烦恼恐惧交付在他的手里那么第一次被医治和第二次复发被医治道路是一致的道理是一个的不要惊慌失措
이제사람이약하니까통증앞에서무너지지않는사람은없는것같아요痛苦面前그럼그때여러가지유혹이들어오고很多诱惑그때헤매다보면就会趁虚而入那么当我们稍微踌躇不定的时候啊疾病就会처음믿음으로得逞所以呢要用啊要有信心제가말씀드리고싶은건제가뭐성경강의를하지않은건아닙니다그러나간증이라는게구체적인간증을해야도움이되는데요并不是让大家去非得信基督看圣经不可但是我的见证呢一定要很具体모든게귀결되는건그저하나님但是越具体呢因为我的心得就是当我认识了上帝皈依到上帝的 怀里凭着他的力量、啊、战胜了病魔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见证其他都是次要하나님所以把我全身心的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这是我见证的、核心因为我的生命呢就是凭他的力量恢复的当我们有痛苦疼痛难忍的时候大家肯定想知道怎样战胜痛苦的那么我做了受了接受两次大手术以后呢还有接受抗癌治疗以后呢体质变得非常羸弱所以这种疼痛呢也是五花八门的真是痛的像刀绞一样的疼痛还有针刺一般的疼痛这种可怕的疼痛呢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我通过圣经还有、历代愿望这本、这一系列的书呢、历代愿望呢就是对圣经的仔细阐述圣经的一本书那么其中记录了、耶稣、非常详细的、非常令人感动的记录了耶稣治疗患者的场面그래서성경에는이렇게단한줄에불과하지만记录的很简单，简很简单。영화를보는것같은但是《预言之灵》这本书里的《历代愿望》这本书里呢，却把耶稣治疗疾病的这个场面呢，像电影一般展现的非常细致，非常感动。他耶稣让그런대목들을제가항상보고있으니까아그리고귀로는이박사님의생명의메시지생명의메시지를항상듣고있고그러니까당연히제몸의통증은간헐적으로계속됐습니다그통증이있어도疼痛呢是间歇间发性的예수님이이제환자고치시는那么每当疼痛发作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置身于耶稣医病的那个场景然后说啊耶稣在医治我그래서굉장히나를빨리고쳐주시려고医治이렇게부산하게바쁘시구나那么耶稣呢为了医治我他手脚忙碌네유전자염기他正在抚摸我的基因然后让遗传基因呢碱基序列呢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我就想象修复时候的乒乒乓乓的声音那么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恐惧消失了疼痛也消失了心里反而充满了喜悦我就是这样战胜疼痛的不是自己在那里受煎熬而是时刻眷顾我给我生命力量的上帝我依靠他不是信靠我여기서박사님을통해서받은이在这里啊所听到的李博士通过李博士啊传给我们的生命的信息除此以外呢머리를돌릴생각조차도하지않았다不给任何念想留余地这就是我战胜痛苦的秘方그래서이제물론저기저는병원에도가보지않았습니다尽管达纳斯基到今天止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평생달고살던뭐타이레놀뭐이런거하나도먹지않고타이노아各种消炎药감기가药반이상1년에반이상저는감기였고过去我一年一半以上在感冒当中잘써야돼요清扫一次房间以后就要躺下来睡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出门换衣服的力量没有那么腌一次泡菜的第二天一天什么都干不了羸弱到这种地步但现在呢이제뭐제가여기뉴스타트시작한후로는从打开始新起点生活以后呢，한번도아픈적이那么没有病过一次，有时候会头痛脑热的是吧？头痛脑热，嗓子痛。잠자리에들면서但是喝点热水，然后祷告睡觉，这样第二天就会很快康复。그래서그병원에
이제가지않았다는거아那么打那以后就没去过医没登过医院的门有的人问我进行过复查没有我没有进行复查왜냐면我没有进行复查因为我相信검사라는게뭐那么检查呢完全무의미했기때문에因为对我来说并无意义내몸은내가我的身体我已经完全交托在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手里了那么这位伟大的医生当然会为我做好做各种检查是吧我说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受检查我说我每天都受检查我每天都在受体检만약에뭐검사를하지도않겠지만해서어디가좀안좋아도那么万一检查做了检查有什么异常的话但我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是吧那么所以我不会焦急有顾虑所以焦虑不安会有很多自由基在我们体内产生是吧所以去医院本身就是一种让人紧张焦虑的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呢只有这条路才是生路啊认准了这条道路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听到癌症中心这四个字我的心就感到寒栗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我都绕道而走所以呢那么我现在呢经常去那里为那些癌症患者做祷告제가한건다른건없습니다那么我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그냥아무도움이안됐는지모르겠는데요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是呢按照原则按照生命新起点生命原则去努力做不是靠我的力量而且是义无反顾这条路才是我们的生命之路是上帝赐予我们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用顺完全依赖完全顺从的道心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上帝会赋予我们我们从未期待过的生命的果子那么也许我到医院拿一个完全被治疗的诊断结果给大家做见证也许大家会更踏实但是呢我相信我已经完全康复了每天呢每天与上帝交通向上帝感谢那么我不愿意接受医院的诊断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诊断每天每天在喜悦感谢当中感谢当中度过每一天希望大家每一个人使你康复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现在我也沐浴在上帝的爱中这就是维持我生命的根本力量我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上帝的爱领悟上帝的爱并把上帝的爱带在你们身边回到你们的住处成为像我这样重新能够过幸福人生的每个人우리이루다언니참예쁘죠너무예쁘죠오늘따라더예뻐보이는것같습니다큰박수쳐주시기바랍니다참처음에이곳에오셨을때의모습을제가기억해요모자쓰고항암환자들이머리가없으니까쓰시잖아요바지에다가그야말로허수아비같았어요와르바시에다가이렇게뭐이렇게종이씌우는것같이살이라고는없었어요앉아서여러분들처럼이렇게강의를못들으시고이앞에이렇게누워서들으셨었어요그래서다른분들은다나도저분은좀힘들지않을까제가속으로죄송하지만그런생각까지할정도로너무너무비참해보이셨어요근데저렇게예뻐지셨습니다여러분들희망가지시겠습니까희망가지시기바랍니다아셨죠여러분들은우리이루다언니보다는훨씬지금나은형편이세요여기서여러분들요이땅하는데참우리이루다언니가참견디기힘들때등뒤에서들렸다는그일어나걸어라여러분들듣고싶지않으세요예갑자기곡이바뀌었습니다일어나걸어라들려드릴거고요또우리이강홍선생님이이강홍선생님맞으시죠예예인터넷으로들으셨대요제목도모르시고왜나만겪는고난이냐고이렇게쪽지를써오셔가지고내제목은모르지만이노래가참
나한테 이렇게 항상 사각이 들어올 때 나를 지탱해 주는 곡이었다고 그거를 좀 꼭 듣고 싶다 그러셔가지고 제가 그 곡도 오늘 들려드려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여러분들에게 앵콜 아닌 두 곡을 들려드릴 것 같습니다. 네. 씨를 생각하면서 제가 감동이 됐던 것 같습니다. 이 노래가 본인에게 얼마나 힘이 됐을까 생각하니까 제가 먼저 눈물이 나왔습니다. 그 다음 들려드릴 곡은 여러분들 어떤 어려움이 왔을 때 왜 나만 이런 일이 있을까? 왜 나에게? 왜 내 남편에게? 또 내 자식에게 이런 일이 있을까? 고통받는 적이 많습니다. 이 노래 들으시고 힘내시기 바랍니다. 견디기 힘든 지금 이 순간에도
힘내시기 바랍니다. 자, 힘들이 나십니까? 예, 주님 손잡고 일어날까요? 자, 일어나서 걱정 벗어버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讲课。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属于我们自身，我们构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镌刻着啊，您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旨意。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是属于你的，但是我们却自作主张，仿佛我们自身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可以随便的去生活。主啊，现在我们向你求救，向你告白啊，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愿将我们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你才能重新修复那些发生变异的我们的遗传基因，让他们恢复正常的功能。今天晚上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旨意，领受您的信息，抛弃我们的念想，接受您的旨意，从而使我们的遗传基因能够得到恢复。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么回顾我们一下我们自身，就像我们刚才祷告中所讲的那样，我们的细胞呢可不是一般的细胞，那么每个细胞上面镌刻着旨意，通过碱基序列形成各种文字镌刻着意义。那么我们一说上帝，上帝呢，我们认为上帝就是不科学的啊，我们已经受了这样的洗脑教育，科学就是科学，上帝就是上帝，两者之间好像水火不相容。那么宗教和科学好像是毫无干系一样。那么科学是真理，宗教只是精神慰藉品。所以按照我的个人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有的人把宗教视为这种事物。那么在新起点生命运动中呢，最根本的呢，我们就要转变这种观念，从根本上去转变这种观念。那么上帝和科学是一致的，这就是遗传基因科学把我们领入新的一个殿堂啊，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与上帝相逢。所以说以最合理的最科学的方式理解上帝，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那么刚才为我们做见证的李姊妹呢，那么每一瞬间不是自己独处，而是认识上帝，然后去感受与我同在的上帝，这就是他见证的要点所在。所以很多人在相信上帝的时候呢，却好像临时抱佛脚，甚至在急迫的时候也不去找上帝，寻找上帝，因为任何时候我就是我的主人，是吗？我的问题总是由我来解决。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彻底的把我自我抛弃，我是我自身的主人的这个念头。我细胞里每一个细胞里镌刻着的生命的信息，这些信息、这些文字、这些旨意都不是我的旨意，对吧？还有，生命的气息进入我的体内，我的生命才得以维持，是吧？所有的功能才会被激活。那么我的生命的正常运作呢？正是因为这生命的气息。那么电视机看似自己在唱歌跳舞出声音，但是电视它本身没有这个机制，是吧？道理是一样的。
정말똑똑한텔레비전所以啊，真正领悟道的电视机呢，他会说，他说啊，有设计我的人啊。设计然后呢、啊、给我电能输入电能还有不断的给我播出节目信号的人、啊、明白这个的这些的道理的电视才是、一个、明示的电力一样、电视一样人也是一样道理所以呢我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我时刻呢、时刻想着新起点生命原则时刻想着上帝、在我讲课的过程当中、我处在帮助大家的角度所以我时刻都在思想怎样才能、能够更加有益的、有效的去帮助大家所以我脑子里总是在思想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李湘不是李湘九的我在做这样的思想我从来没这样 认为过因为上帝通借着我的嘴在讲述这个道理我只是个工具而已因为上帝呢总是让我有这种念头、我在做这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根源却不在我、所以呢李湘九这样一个人呢那么我不是我的主人李湘九所讲的讲义呢也不是李湘九的讲义是吧那么是谁让我有这种念想、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让我有这种念想所以你们看圣经所以我领悟了这个以后呢所以我看圣经呢圣经真是别有一番洞天我的这种思考方式就叫圣经式的思考方式这才是真格的那么我这样讲的话好像、给你们注入一种宗教的观念是吧说宗李湘九是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个人的本然本质就是应该这样的那么圣经里有一个耶稣的门徒他叫犹大他要出卖耶稣对背叛耶稣是吧用三十两银白银出卖了耶稣那么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呢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追随他三年半、那么加略犹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加略犹大这个人才是什么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脑子最聪明的一个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人、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一个人剩下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渔夫出身的税吏都是社会的底层来自社会的底层、就是被人瞧不起的、那些、人而犹大呢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知识分子主动的去追随年轻的牧师为了追随他放弃了他一切的一切那么能够跟随耶稣那已经相当了不起了那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所以称耶稣为老师然后侍奉他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救世主他承认了这一事实那么为什么会背叛耶稣呢为什么为了这三十两银子吗这也不是什么大钱是吧那么冒着生自己的名誉、那么为数不多的钱、值得冒这个危险吗大家要去反思这就是怎样去学习圣经的道理犹大呢、弄明白了一点就是可以止息暴风、止息海浪、止息海浪让死人复活让患者能够康复用五饼二鱼可以让五千人吃饱
觉得这个人的确有弥赛亚的超人的能力，他的能力是非同寻常，所以他觉得啊，把他拥戴为弥赛亚的话，就是救世主的话啊，我的人生肯定这个宝就押对了啊。那么我的人生也会凭着他的能力也有出息，有希望。那为什么会出卖呢？为什么会出卖？啊，不是因为钱，那点钱出卖的。那么像耶稣这样有超人的能力是吧？耶稣那个犹大就认为什么呢？这个人用他的伟大的力量啊，那么救赎以色列百姓是绰绰有余的，用谁的手？从谁的手下？从罗马帝国的蹂躏下拯救出以色列百姓，凭耶稣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就想利用耶稣的能力要成就的目的呢，就是建立以色列王国，从罗马的铁蹄下拯救以色列百姓。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动机啊就跟犹大一样啊，想利用犹大，利用耶稣，利用上帝，然后把我从疾病的蹂躏当中解脱出来啊，动机就不纯了。那么想拯救以色列百姓，但是好像耶稣基督对这个病并不关心，好像漠不关心。那么动不动说就说他要死啊，都是他要死的时间已经临近了。那么为什么不用他的力量去把这个罗马的铁蹄掀翻啊，建立犹大的王国呢？啊，犹大已经去对耶稣的能力是确信无疑的，但是他对耶稣不利用这个能力感到惋惜，所以呢，犹大呢？那么把耶稣逼到死角，耶稣肯定会为自身怎么样去反抗。那么靠他的这个超人的能力啊，掀起暴动，那么掀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就是犹大已经自己定好了目标，然后利用耶稣掀起一番全以色列的政治的军事的这种解放。这就是犹大追随耶稣的真正的目的。其实犹大是一个热爱以色列民族，热爱以色列国家的民族分子，民族激进分子啊。所以犹大就上演了一出戏，他要把耶稣逼到死角，逼他造反，想逼上梁山。但是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掀起暴力，借着这个地上的以色列王国。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整个地球变成上帝的王国，拯救每一个人。为了拯救每一个人，耶稣要进入每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他们的心灵。那么犹大的想法和耶稣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属天的想法，一个是属地的想法，一个是那么耶稣犹大所想的那种力量、暴力啊、全能啊，靠这个也许能拯救以色列民，但拯救不了整个人类。那么这种方式是谁的方式呢？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路西佛、撒旦的方式，是吧？所以呢，耶稣的想法和犹大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呢，面对每一个人，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田里，改变他们的心灵，要用什么？要用爱来征服一切。这就是耶稣的做法。那么路西佛所背叛的是什么？就是背叛的是上帝的爱。那么他认为他们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能力要比爱更加管用，是吧？但是结果，这个能力是来自哪儿的呢？这能力的根源是哪儿啊？这能力是来源于爱的，来源于爱的。所以呢，
하나님이 전지전능하시다. 그러면 说 상대 是 全知全能的. 那么 全知全能为什么会 让这些坏蛋们存在呢? 而不把他一扫而光. 这是谁的思想啊? 是路西佛式的思想. 하나님은 아무리 上帝 是慈悲为怀的. 这个世上 像 拉登一样 还有其他什么所谓的那些施恶不赦的人, 甚至那些人, 上帝也是眷顾他们, 慈悲为怀对待他们的, 希望他们改过迁善, 回归上帝的怀抱。 那么直到他们回归上帝的怀抱那天, 上帝始终用爱等待着他们, 啊, 上帝的忍耐, 就是出于这份爱。 사랑을 잃지 않을 수 있는, 사랑을 유지할 수 있는 그 능력. 为了还富于人们，像是像施恶不赦的人，上帝里头有这饶恕这样的人的爱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才叫全知全能的能力。很多人认为全知全能是什么样的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是撒旦式的全知全能，赶紧把它灭掉。所以爱啊。 爱的真谛，你们如果不领受爱的真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使用暴力，像傻。上帝为什么不能治好我的病啊？如果你是全知全能的话，像我这样的病，你是使用暴力。我得病的原因的根本的原因呢？是我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思维方式？以我为中心的那种使用暴力的思维方式，就是撒旦的思维方式。 그래서 所以, 내 병은 낫고 내 사고 방식은 변하지 않아. 我的病即便好了，但是我的思考方式、思维方式不改变的话，那么早晚有一天还会复发。那么只是被假象再一次蒙骗了。所以呢，我们要从根本上，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念想。即便我们的病没有恢复，但是我们要等待我们内心的心灵。 发生变化，让我们的心灵重生，成为上帝的形象，要等待，要维持为目的，这才是真正的新起点生命运动。那么，具体的，我们来谈一谈细节的东西。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饶恕，宽恕别人。我们在一生的生活、人生当中，人和人之间有这样的碰撞和隔膜，是吧？那么心与心产生隔膜，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吧？它是。 他否认的事实，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我的利益，所以人和人之间不发生碰撞才是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背景、遗传基因的信息背景都是不同的，所以各自对自我、各自看问题的观点立场都不同。所以，即便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是吧？ 那么偶尔碰一次，小别是新婚吗？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过不好就是压力的根源，精神压力的根源。男人之间一起过也不容易，是吧？但是男女在一起过更不容易，因为男女之间。 从本质上有区别太大了，啊，不是从脑的结构，男女是不同，男人的思考方式和女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式就不同，男人。 집중적으로 뇌가 발달돼 있습니다. 아, 남자는 남자는 전문성이 있어야 존경을 받잖아요. 아, 남자는在成为 有专业性的时候, 어떤 방면에 뛰어난 受尊敬，在某一领域，大脑的大脑啊十分发达,
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权威的时候受人尊敬。所以我们男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다른건못해도이것만뭐요잘하면주차别的不会，那么穿一门穿透了、就会成功。那么男的八面玲珑啊，这个那个都会一点，那就成了啊，没什么。옛날부터남자라는것은매겨살리게돼있으니까没什么重要性的人了。那么男人从过去开始叫什么？要背负抚养家庭的责任。所以洗衣服洗不了，孩子看不了，那么什么？只要能打猎，只要会打猎就行，是吧？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看孩子无所谓，只要什么专注于打猎，你就是一个受尊敬的男人。所以男人呢，自然就怎么样？在自己的从事的专业领域里，一口井挖到底，所以称为职业人，是吧？专业人。그래서남자는뭐든지무선적으로생각해요那么男人遇到问题，想问题都是以什么？以专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职业性的去考虑问题。和女人的想法怎么样？那么女人就会一个专一门，那女人就麻烦大了，是吧？女人是多方面的啊，那这些琐事啊都要全通，是吧？做饭。洗衣服啊！我们这有一位教授，大学教授。여자가교수님이면참골치아파요啊，女的成为教授的话，못하는게너무많아不会的就多了，是吧？不会的就多了。女的成大夫啊，教授成为专业人才的话。就没有时间，没有心力去从事别的事物，什么做饭啊，什么操持家务啊，这样的就成了门外汉了，是吧？所以男的从打小呢？근데뭐옆에서뭐뭐저뭐뭐빨래가뭐말랐나뭐이런이런일만하면안돼那么男人坐在那里说啊，衣服干没干呢？뭐야먹느냐啊，是烤着吃啊，还煮着吃？考虑这些东西不行，那么男的就得一门心思怎么样？去打猎。所以男人和女人之间啊，思考问题的方式、看问题的方式就不同，所以对话也很难沟通。所以女人开车的时候呢，下雨了。女的下雨。那么女的就要问啊，下雨了吧？眼瞅着下雨，还会问下雨了吧？男人呢啊，绝对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问这样的问题呢，男人就会啊，那么女人会，老公是不是下雨了？男人就会什么呢？你没有眼睛吗？自己看不到啊。남자는지금운전하고가면서비가오는구나비가오면은여기비가조금그끝까지도착하려면한40분더걸리는데아男人就会算啊。이보다조금더오겠지그러면아现在还有40分的车程，现在开始下雨了。那个男人这种啊，专注啊，专注某一个问题。目标를达成하기위해서为了达到目的呢，男人要专注，要成为解决问题的解决师，是吧？여자는문제해결女人呢，问题解决不解决，她不关心。啊，这下雨了啊，就对现象有关心。비가좀오네啊，下雨了。어떻게지那怎么办？해결보다는자꾸대화를하려고啊，他不需要答案，他需要沟通，是吧？那么就是这样截然不同，是吧？男人和女人就是这样截然不同。所以男人呢，他专注于某一个事物的时候，他就很难顾及其他的事情。女人对这个男人的专注却无法理解。女人在同时要做很多事情。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女人的大脑 在同时可以专注好几个方面。你比方说
그래서 어떤 면에서는 집중력이 좀 떨어지죠. 아, 집중력이比男人相对偏低，但是他可以顾及，同时顾及很多面。 그러니까 여자들은 睡女人呢，在一边打毛衣的时候看电视，啊。 그다음에 아주 밤 넘는가 좀 보라. 啊，是不是饭扑锅了？看看给我饭。可以同时顾及很多事情。 男人就不行了，男人就不行了。那么，比如说水管漏了。 什么？比如说水管漏了，什么下水道不畅啊？啊，女人以为什么？男人在看报的同时，可以还可以像他们一样顾及到其他事情。但是男的呢，确实什么？那么男的要想专注另外一个事情呢，得把手中的事先撂下，是吧？同时顾及两个事情，男人很难做到。所以呢？ 그리고 남자는 항상 문제를 해결하고 여자들이 너무 현실적이기 때문에 女人是个非常现实的存在. 현실적으로 해결이 안 되는 건 여자들 해결 안 되는 줄 알고 있어요. 那么现实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女人就认为是不会不能得到解决的现实。而那些男人们对那些现实解决不了的事情呢，那么他们就不再提及。 근데 여자는 해결 안 될 줄도 알면서도 那么女人对那些明知道无法解决的事情还担心怎么办怎么办 미치는 거요. 那么男人就受不了了，是吧？ 그건 해결할 수 뭐요? 那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是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在那还什么怎么办怎么办？ 那么女人说怎么办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해결해보라 그런 게 아니라. 他不是你去给我解决解决，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같이 어떻게 같이 하라 이 말이야. 아, 你跟我一块儿为他操点心，这个意思是吧？啊，你也说，你也跟我一样说说怎么办，是吧？ 맞죠. 是吧？ 그럼 여자도 해결 안 될 줄 알아. 女人也知道，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是吧？ 남자 신경질 나는 거야. 那么女人是怎么办？男人是解决不了，你说什么怎么办有什么用？男人其实不是期待的解决，只是让男人跟他一样什么？ 跟他一样，啊，这怎么办呢？跟他一块这样，啊，念叨就完了，是吧？所以男人和女人从根本上就是这样不同。所以呢，总是有磨合，总是有磨合。所以夫妻生活呀，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그래서 여자는 여자대로 뭐예요? 所以 女人呢? 女人有女人的难处，男人有男人的难处，是吧？ 서로 그러니까 이제 서로 물어보면 互相有难处. 그럼 彼此 问的话， 근데 남편은 절대 힘들게 안 하거든. 왜? 남편은 남편일 뿐이요. 아, 男人呢？ 专注于他的事业当中。 근데 남자한테 물어보면 저 옆에 내가 힘들게 안 해. 아니야, 여자는 여자일 뿐이. 아, 那么说 女人让我累， 或者 男人让我累，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为了拥有一份幸福的婚姻，要彼此理解对方。他从根本上和我不同，要承认这种不同点，然后接受这份不同点。 다른 거지. 저 사람이 나를 힘들게 하는 것은 他只是跟我不同，他不是在故意的刁难我。 오늘은 어떻게 내 마누라를 힘들게 할까? 아, 那么没有一个老公说今天怎么样来刁难我的老婆？ 남자는 자기 생각대로 하는 거지. 男人只是什么做自己的打算，是吧？那么他不是刻意去让老婆受累，是吗？有哪个老公，有几个老公会故意的刁难自己老婆呢？ 那么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让我难过啊？这是其实是一种误解。
그래서 所以呢, 우리가 행복을 이루려면은 为了成就我们的幸福呢, 이런 것을 깊이 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深思熟虑, 要明白这个道理, 이런 걸 깨달아야 돼. 그래서 领悟其中的真理. 그래서 사람이 성숙하고 所以一个人是否成熟, 깊이가 있게 되고 포용력이 有没有 心思是不是很深，有没有理解能力啊？这就取决于是否懂得这个真谛。那么宽恕了别人，就说明我的心胸宽广，是吧？如果心胸狭窄，像针鼻儿一样，那么跟人跟事总要发生碰撞，所以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啊，这就是他的特点啊。那个人就这样，就是肯定他。 认可他啊，你的幸福就来了。所以呢，我们要饶恕的东西看似很多，其实呢，值得我们宽恕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能将心比心的理解他，他不是有意的害我，是吧？害我。 他不是有意的、刻意的来刁难我，那么只要我的念想这样转变，能够理解他的时候啊，归根结底，这才是真正的饶恕，就是能够理解对方，将心比心了。啊，这饶恕别人是对我们十分重要的。啊，生活当中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冤家。 最大的冤家是谁呀？就是我们身边最近的人，是吧？那么这些人，如果你不饶恕他的话，就会成为心病。饶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对方，啊，心胸要宽广，心胸要宽广，就要明白道理，啊，理解，然后接受他，啊，你是男人。 啊，你是男人当中的啊，山东男人，山东大汉。韩国的青少年男人呢，啊，很不会体贴女人。啊，他们认为在女人面前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是男人很酷的形象。从小呢，文化就这样。女人懂什么？头发长见识短。 特别，尤其好像故意的，好像故意的在女人面前，装成大男子，好像过度的夸张，才有男人的味儿。青少年的男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坦诚，很直爽，不会掖掖藏藏，是吧？有什么说什么。 没有什么后患。最重，这是我们说最难对付的，就是中青道男人，不说有话憋在心里，不说，啊，不当你在想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哎，不说话啊。就是。 그런데경상남자는青山道的男人呢？哎哎，기분나면한번씩어떻게해요？啊，高兴的话，啊，没关系啊，我都忍了，我都让了。中青道的男人呢？黏糊糊的，有一股倔劲儿，是吧？黏糊糊的，有倔劲儿。啊哈。是참이。 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性格都不一样，是吧？因为每个地区地方都有地方的特点。啊，如果青山道女人和中青道男人结婚的话啊，那就问题就来了，是吧？경상도 여자는 경상도 남자를 보고 충청도 남자도 경상도 시킬 것이 다라고 뭐요? 那么青山道女人呢，以为 中青道的男人也会像青山道的男人一样，但是青山道的男人呢，和中青道的男人呢和青山道的男人是截然不同的。啊，但是青山道男人呢，他从小打小就这么活过来的，是吧？他不是刻意的，不是有意的。
天生就这样，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啊，都是我们身上的刺啊，容易刺伤别人，也被别人刺伤。所以宽恕别人呢，首先要认可我们之间彼此的不同点啊，这一点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那么不容易做就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누구는다포용하고있습니까？那么谁能包容一切呢？因为上帝的爱能包容一切，所以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效法上帝的心，这个时候我才能理解一切，包容一切啊！理解上帝的爱，就等于我的内心当中有了包容，是吧？啊，越包容，那么我的精神压力就越小。哎，我不受生精神压力，我得摆脱精神压力。可能这本身就是一大精神压力，是吧？那么，当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效法上帝的爱，这个时候我们自然就心宽度大了。那么我们就会更加幸福，精神压力会更小。事实就是这样，是吧？比如说大家有一个做什么买卖，下面有雇员，是吧？那么看每一个雇员呢，都是不足的，是吧？都不足，都觉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吧？那么再仔细的去了解的话，他们的缺点是致命的，每个人的缺点都是致命的，是吧？不可救药的缺点。啊，原来他是这样的人，是吧？那么夫妻之间会发现这样的致命的弱点。那么谈恋爱的时候啊，觉得那么酷的丈夫，结完婚以后觉得那么渺小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就很难追求幸福。所以呢，为了追求幸福，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宽容，需要宽容。没有宽容的话。啊，没有宽容的，就得你用更多的唇舌去解释，或者去诽谤啊，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拥有幸福，不可能拥有幸福。所以呢，为了宽恕别人，宽恕自己，我们要了解谁的旨意啊，了解上帝的旨意。这样我反复强调要学习圣经啊，学习圣经让我们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下上帝会怎样思想啊，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样的情形下上帝会怎样啊对待，交给我们智慧。我在开头给大家讲过，李湘九能够给大家讲这些道理，是上帝让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吧？不是我脑子好。那么加略犹大呢，想出卖耶稣基督的想法来自哪儿呢？来自路西佛撒旦啊，撒旦给他的想法，这不是加略犹大的想法，是吧？所以耶稣呢觉得犹大可怜，所以他能够爱他，能够宽恕他啊。所以你们看啊，约翰福音6월절 전에 예수께서 자기가 세상을 떠나 아버지께로 돌아가실 때가 이른 줄 아시고 约之前耶稣知道他知道他的爱，他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自始不渝的。那么魔鬼呢？魔鬼呢？就是路西佛，是吧？
已经西摩的阿들가룟유다의마음에在加略犹大的心里种下了出卖耶稣基督的想法。圣经이렇게정확해圣经就是这样精确无疑。어떤사람이무슨마음을먹을때那么当某一个人有这样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不是你的念头。그래서이제이렇게되면여러분이到了这种地步呢，啊，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家。饶恕一个人就变得容易了。不是他在故意刁难我，是魔鬼呢，要刁难我。是他只是被魔鬼利用的一个工具。是魔鬼给了他这样的念头。给他死亡的气息。마귀가여러분자신에게도사각을넣어줘야안넣어줘요넣어줘죠이래가지고있네아니나것인가아给我们死亡的念头是吧그마귀가주는对我们的健康持怀疑的态度그러니까마귀가对我们的恢复持怀疑的态度사각을넣어주고那么나도사각을받아들일수사단给我也同不是在给对方死亡的念头同时也给我死亡的念头那么连我都在接受死亡的念头那么对方这同样会像我一样接受死亡的念头那么将心比心啊，宽恕就变得容易了人和人其实处境都是一样的是吧还有呢这个加略犹大这个人呢是一个爱国者是吧是一个爱国者是梦寐以求要解放以色列的爱国者为了以色列的解放他有大义名分是吧、把自己的一生呢全都下把赌注下在了耶稣的身上是吧耶稣了解不了解呢当然是了解了、仍然用爱来感化他그래서예수님이죽은사람을살리고병자를고치고하는것이이게사랑인데所以耶稣医治病人啊，施展他的大能是耶稣的爱但是在犹大的眼里这一切却是能力是吧所以韩国的基督教呢学了什么的教会吗不是爱的基督教而是能力的基督教了是吧甚至在操纵政治力量、什么能大能的仆人来治什么疫病什么大能的仆人牧师、教会对变成这样的教会了变成了撒旦的教会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真面目所以我看到报纸的时候什么大能的全能的什么仆人牧师某某牧师进行什么什么大的聚会在电视上转播那牧师所讲的所有的话里面没有一句提及上帝的爱患者上来然后用手枪然后上帝就倒了说我就好了好了完全是在作秀是吧就是这样、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心怀意念一点都没有改变只追求什么追求疾病的康复人没有病、所以以色列百姓本质没有改变却追求什么从罗马的铁蹄下解脱出来如果大家把新起点生命运动想成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是错的你们要追求我的解放我的自由为了追求他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们要把他设定为你们的目标你们心灵获得自由、疾病康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为此呢我们要宽恕别人犹大这个人正在受着撒旦支配他接受了撒旦、给他死亡的念想那么我的敌人不是他而是什么是撒旦我却在仇恨他我错把他当作敌人其实他和我是同病相怜的人是吧、互相仇视那么完全成了撒旦的什么牺牲品
不光是他，同时也是我。누구속고있는거요？啊，我们在上谁的当？我也在上撒旦的当。그래서우리의궁극적인所以我们最根本的解放就是从死亡的势力、死亡的念想当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그래서所以呢，우리의유전자는이뜻이요뜻我们的遗传基因呢，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啊。我们生活在某一个旨意当中。圣经对我们说：“太初有什么？太初有旨意啊，有道。太初有道，这不是真理吗？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呢，啊，是充满了旨意，充满了各种信息。所以，我们这要选择接受这样的信息呢，接受上帝的信息呢，还是接受撒旦的信息呢？”要不停的要是生命的信息呢还是死亡的信息就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所以呢为了宽恕呢我们要学会上帝的旨意저는요새그대한항공을最近我经常利用大韩航空。요새대한항공우리한국뭐아시아나도그렇겠지만은한국항공승무원들이최고요。我觉得韩国的空姐啊，服务水平最高。일본항공을过去日本航空的航空服务非常好，羡慕的不了，是不得了。但是最近呢，韩国的空中服务啊是第一流的。요새한국에얼마나다친절합니까그렇죠옛날같이틱틱거리지않는现在韩国的服务水平很高了是吧저얼마나훈련을혹독하게받았으면저렇게那么我想啊他们经过了多么刻苦的训练啊变得这么职业这么亲切是吧啊说话也很亲切그얼마나피곤하겠어啊那么一天到晚一天下来该有多累한사람한사람한테똑같은말을막那么为了说一句话，可能训练了不下百次。您来什么？您来点什么？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呢？牛肉拌饭。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牛肉份饭啊！一句话不知道反复多少遍。然后我在看他们说啊，这碗饭真不容易。啊，还要面带笑容是吧？还亲切的。哇啊，真是不简单。계속웃으면서해啊，面带微笑啊。그렇게할능력이없었으니까옛날에못한거요啊，过去呢，过去没有那个能力，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怎么训练的。这些空姐呢，啊，服务是真是一流的，没得话说。미국승무원들절대그렇게못해是美国乘务员呢美国空姐绝对没有这种亲切的态度 What do you want? 啊 What do you want? 你需要什么要来点什么我한국승무원다와서얘기할때한국空姐过来이렇게위에서이렇게내려다보지않고他不是从上面看着而是把目光什么低下来和你取齐啊그전야我当时赞叹不已佩服佩服며느리감해서做我的儿媳妇该多好이렇게시달려가지고그렇죠아训练有素的这样的女孩子이상한사람들이다那乘客当中什么人没有是吧那些挑刺的人那些埋怨的人啊对他们说百依百顺啊我真的佩服他们啊做我的儿媳妇该多好그러니까포용력이뭐예요아他们的理解力그아我倒真想研究一下他们的训练规程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사람도얼마나많이每天接触很多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是吧什么人都有그래서所以呢그게얼마나고생이에요所以说他们工作很苦是吧可不像我们所看的那样风光那么我看他们不失笑容的
答对每一位客人的时候，我真的打心里佩服他们。所以说我最佩服的就是韩亚航空，我没错，还没坐过呢。我听说韩亚比大韩还好。我看最伟大的是大韩航空的这些空姐。所以说我们的念想呢，不是我们的念想。有的时候我们被某一种思想所支配，比如说恨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这是死亡的念想。这种念被这种念想支配，在我身上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是吧？使我的细胞丧失生命的大量的自由基。如果那么我的旨意允许我的细胞发生了某种变化，看下面一张图。今天我们学的糖分是吧？这是线粒体，这是细胞核，这是氧气进来，还进来什么？生命的气息。那么火化以后产生能量，它的副产品就是什么？就是垃圾，就是自由基。这自由基产生以后呢？这个自由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要破坏线粒体，破坏细胞膜，让细胞尽快老化，因为它破坏细胞膜。还有，损伤遗传基因。那么这个活性炭进入人体细胞会引起这样的副作用。但是人体细胞如果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这些与水和变成水和氧气，坏的可以变成什么？好的，这叫转化，转祸为福，是吧？什么样的情形会变成水和氧气呢？那么 SOD 这个物质生产的时候，那么就变成水和氧气。那么 SOD 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活性自由基的破坏物质。那么从哪儿生产呢？是由我们的肝脏生产 SOD。有生产SOD 的遗传基因。那么肝脏生产 SOD 呢，这个自由基呢，就变成什么？我们身体里必须的什么水和氧分。 SOD 를생산해가지고이나쁜저런활성산소같은물질도좋은물질로어떻게요？所以说这个上帝产生 SOD， 所以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呢转化为福，成为我们身体所有益的东西。只要我们接受什么？接受生命的气息就行，让我们的肝脏能够产生出这种 SOD， 使那些自由基转化成什么？转化成水分和氧气。有一次我在旧金山机场呢，夏天正好是旅行高峰期，现在这个洛杉矶机场啊扩建以后相当舒适，过去呢非常狭小，是人特别多，这个那个航空公司琳琅满目，所以说空调设备也不好，所以说很辛苦。근데이제저는이제대한항공을자주타기때문에제가因为我经常利用大韩航空所以已经积累了120万公里的航程，所以呢韩国公司呢就把我就把我招待成贵宾，
아然后可以乘坐一等啊，现在呢不行了，现在是东西可以按头等舱处理，但是人还得坐经济舱。啊，过去呢，我可以享受一等舱的待遇。所以除了讲课以穿西装革履，所以说平时呢穿得很休闲。啊，我这是经常带领带的。目的呢？完全끄세요또옵니다把电手机关了啊。理由呢？中国사람들이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人呢，要从网上看。那么我为中国人呢树立一个尊敬他们的形象是吧？所以像系领带。平时我很休闲。근데이제뭐그냥대충뭐티셔츠所以穿着 T 恤衫，穿一个牛仔裤，啊，很休闲，然后拉着行李。一点也不像啊，有身份的人是吧？요새는사실폼을많이잡는건데啊，最近我现在啊，这个也在摆摆谱，但是过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我在旧金山机场的这个头等舱候机室里的这个机务人员呢，在那里维持秩序，是一个菲律宾南亚系统的女人，她说看一下机票，然后请您站这边，啊，她这样维持秩序啊，做向导。因为我可以。享受头等舱的待遇是吧？我前面站着两个人。啊，这个女乘务员女服务员呢，看见我就来到了。她看我，她好像我认为我站错了牌。啊，是不是站错了一等牌？是不是想经济舱的人站到一等舱的牌上是吧？她让我提示一下她的票，一看不是头等舱的票，她说你去那边吧。我说我是 Miller Miller， 100万英里的乘客。那么有一个贵宾卡，有个贵宾卡，就说你让我给看提示一下你的贵宾卡。所以打那时起，我就心情就气儿就不顺了，啊，就开始有点恼火了，是吧？然后拿出钱包来左翻右翻，没有，翻不出来。啊，我的背上开始就流汗了，是吧？左翻右翻，啊，周围很多人的视线啊，感到难堪，很狼狈。没有，啊，左找右找，兜都翻遍了，没有。你赶紧去吧，嗯。啊，突然想起来了，在我的护照里面。然后打开护照以后呢，就给他看。啊 ，thank you， 谢谢了，走了。啊，我气儿不打一处。往常那么自由基大量大量的产生，是吧？自由基大量的产生以后呢？是选择这条道路还是选择这条道路？那么取决于这两条道路，是转祸为福呢，还是转福为祸，还是转祸为福？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等待着我。那么要想去这儿呢，就有这种 SOD， 一种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分泌。那么为了分泌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呢，就需要上帝的生气，是吧？生命的气息，需要爱，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那么说了一句 thank you， 他就走了，没事走了。我心里来气。你们想一想，这个臭丫头竟敢这样刁难我，这样想的话，那么肯定就真奶奶到了，肯定要转福为祸了，是吧？ SOD 就要变成杀手啊，自由基就会杀死我的正常细胞。那么我是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我懂这个道理吧？但是懂这个道理和实际问题又是两回事了，是吧？遇到
遇到实际事又控制不住了。啊，你真是瞧不起人哈，把人看成什么了？嗯，让我发火。我说我是，我就是，是吧？啊，把人看成了什么？非得给你看贵宾卡才不行吗？啊，脑子里这种念头转来转去。那么现在就把自己逼到了什么转复为祸的道路上，就在这一瞬间，在这一瞬间，李香九呢就被什么啊，可以想起什么，可以想起、啊、上帝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起，不光是在我的脑子里响起，你不是学过的人吗？你不是明理的人吗？我不希望你生病啊，你 SOD 吧啊，赶紧，你需要 SOD。那么我知道这个道理是吧？啊，说上帝，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我需要 SOD。那么怎样产生 SOD 呢？啊，这个时候就会问，这就是刚才李姊妹做的见证。每一瞬间发生问题的时候，都去问，求问，是吧？上帝你有办法，你带领我，交托在你的手里。这个时候上帝就会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束手无策。上帝说，你帮助我，你让我明白。这个时候呢、啊、就会有新的念想被赋予你们，因为上帝是不断的赐给你们生命的念想，上帝、啊、就有好的主意来生气。啊、我就向上帝讲说，你帮助我，让我的念想、啊、转成好的念想。这个时候呢、啊、新的念想突然闪现。香九啊，如果你是大韩航空、啊、附属的所长的话，你认为这个职员是称职的职员呢，还是不好的职员呢？当然是个称职的职员，是吧？他是尽其本分的认真的职员，当然他做的是对的。我呢，只从我的立场我的角度考虑，你把我大李香九医师看成了什么人，都是什么自尊心的作怪，是吧？那么你的自尊心越强，你的包容力就越降低。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对方做的一点都不错，从我的角度来看、啊、他做的对的反而对我不利，是吧、啊、这不像话，是吧？ 我被死亡的念头所支配、啊、被撒旦的思想所捉弄、啊、于是我开始理解他，开始对他宽容。与其说对他宽容，莫不是对我自身宽容。当我瞬间明白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有一种喜悦泉涌啊，就这个喜悦的一瞬间 ，endorphin 就分泌出来了 ，endorphin 分泌出来了，什么也分泌了，啊 ，SOD， 啊，超氧化物，超氧化物气化酶也出来了，啊，所以说，那么自由基突然就变成了什么水和氧气了，是吧？这样的生活才叫新起点的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可以明白了吗？它绝对不是空洞的。所以我们时刻呢，要与上帝，要把我们自身交托于上帝的手中。现在这已经成了我的习以为常的是我思考方式了，是吧？啊，前两天呢，在美国回来的时候呢。从开车去朋友家里，然后坐朋友的车到机场的路上，然后拖拖拉拉，时间不够了。刚刚出门的时候，车钥匙又不见了，是吧？啊，大事不好，急得团团转。我的确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但是不见了，真是见鬼了，是吧？厕所哪儿，整个屋子都翻遍了，是吧？啊，后来想起啊，是我在找，上帝，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找吧。啊，你帮我找。
那么不是上帝拿出来钥匙说，哎，钥匙在这儿呢，你不要想象这样的应答啊。啊，开始就是聚精会神了，是吧？刚才是还是说啊，神很乱。明知厕所没有呢，还往厕所跑。明知二楼没有，还往二楼跑。啊，这样就是精神很散乱，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啊，心情就平静下来，精神就能集中了。我上帝，求你帮助我。哦，这样的情形很多。有的时候一个好的突发一个好的念头，真是好的念头，过一会儿就会忘掉，是吧？赶紧要把它写在哪，然后就想不起来怎么办。啊，上帝给的念头，那么我希望有朝一日上帝会还重新给我好的念头。从来没有失败过啊，从来没有失败过。为什么呢？有时候早凌晨五点起床以后，有好的念想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早上又不愿意动，大概六点多钟起床以后想记录的话，打开手机的时候刚刚然后就想不起来了，是吧？所以就祷告，洗脸的时候会想起来啊。啊，很新奇，是吧？这样的经验不胜枚举啊。这车钥匙在哪儿呢？啊，不就放在你刚才放的那个地方吗？你不就放那儿了吗？我找过了，到那儿再去找一找。我的妻子呢？啊，有封信。啊，就把这个钥匙呢，这钥匙就在这封信的下面。啊，上帝知道，啊，这钥匙在哪儿，是吧？所以呢？啊，上帝对我们每个细节他都知道，那么对我们哪个遗传基因发生了变异他也知道。我们信奉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把你们的所有的一切全都交托在上帝手里，这要成为你们的生活啊。你们的心要变得宽啊，要饶恕别人，饶恕自己，让很多的自由基成为水和养分，让大家变得更加健康。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他对我真好。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对我真。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他对我真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晚上，你
用你的思想支配我们的心灵，用你的念想充满我们的心灵，让死亡的念想被驱逐出去，让我们用祷告能够领受你的旨意、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让这一晚上、啊、那些因痛苦受煎熬的人，求你赐福他们平安，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是你在与他们一同分担这一痛苦。还有主啊，求你让这一个晚上能够得到从你那里得到慰藉，能够感受上帝的爱，让这份爱能够战胜痛苦，让这一晚上能够在主内有个平安。求你眷顾他们，保守他们。主啊，这一晚上愿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让我们那些受损伤受变异的基因呢，能够在上帝的爱里得以恢复。我奉耶稣名求，阿们。자진행자가잠시광고드리겠습니다내일아침6시50분에도스트레칭이있습니다내일아침식사같이하실분김용자님김은자님박민영님원용자님유춘자님이인영님이지형님조성희님내일아침에잊지마시고요뒤에오늘부터이제뉴스타트자료를판매하기시작했습니다강의시간전후로필요하신자료구입하시면되겠고요저나가시는입구에보시면은이번기여러분들의열이있는목소리가들어가있는 CD 와테이프그리고여러분들의모습이들어가있는 DVD 와비디오신청서를붙여놨습니다자집에가셔서도지금이분위기를계속느끼시려면은이번거를구입해가셔가지고보시는게많은도움이되거든요필요하신거에다가체크하시고이름쓰시면되겠습니다오늘도행복하셨죠내일은오늘보다더행복하겠죠오늘도참좋으신하나님품에서편히쉬시고내일아침오늘보다행복한아침에더욱더웃는얼굴로다시뵙도록하겠습니다안녕히주무십시오